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来演出，然后我们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看到周围都有很多一样是热爱音乐的，不管是演出团队还是来欣赏音乐的朋友，都让我们觉得很亲切。然后虽然我们其实成军也超过10年以上，但是在整个台湾乐团圈来说，我们还是没有到真的可以靠自己为生。那今天如果今天第一次听到我们乐团的朋友们，麻烦都可以上我们的粉丝专页，对，我们叫做十三乐团，打中文的13就可以找到我们，很容易找。好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，喜欢音乐的这些继续在音乐圈努力的这些人。对，今天有很多乐团，我接下来唱这首歌曲，就送给这个美丽的下午，祝大家都有一颗自由追寻梦想的心。这首歌叫做 Free Now， 谢谢。